大家好，你好，我是黄真 Michelle Wang，我是来自 Elk Grove Sacramento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5月6号的看房团，报名链接就是在我的视频后面的这个 QR code。那么我们从San Francisco 开始，我们会接总共有4个站可以上车的，有 San Francisco，在 Balboa Park Station，然后再来在 Burlingame 这里。那么呢，还有呢，在San Leandro Alameda 也会有上车的地点。我们来到这里呢，你会跟着我看一天的房子，所以准备大概整一天的时间，8点到下午的晚上的8点左右才到家。那么我有接送服务，那这个报名链接呢，你报上名以后呢，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联系你。那 so far 来讲呢，我们呢，如果是从看房的角度来讲，我们会看大概10套房子，那是从这个 Sacramento South Sacramento，然后到 Elk Grove。价钱分为这个40、50到100万的都可以。我们提前会给你们提供这些资料。那每一次看房团呢，我们都做得非常成功。这是我的做了第10年这看房团了。那我给你看一下我以往的一些照片哈。那么呢，这个是我要 show 给大家看的一个 PowerPoint。OK，那这个呢是我的背景，我是在2004年开始去做房地产的，然后呢，在那个时候，大概09年，那个 market 开始有很多投资者来 Sacramento 投资，我们就开始做了这个看房团，那我每一次都是一车一车的客人跟着我去看房，然后我就带他们给一个看房子的一个课堂，然后这样子呢，他们就可以知道。铺垫一下这个看房的信息，然后呢这边的知识，那在Zillow 上面呢，你也看到我有很多的这些 Zillow 的 rating，那如果你们是有兴趣的话呢，你可以参考一下，跟我们一起去看看房，浏览一下这个 Sacramento。好，谢谢大家。